よ。くだらないことなんかでさ、笑い合えた君がいなくなって、とてもやるせない。どれも盘点那些内涵秒懂名场面。有些话就不能信。我就抱着你不动。厉害！哎，小姨子，你污不污？我可不污。那你用手机打出 XDC。写的啥呀？写的啥呀？看一眼，看一眼。啥都写啥？哎，看一眼，看。不过我是想跟你讲，干嘛？我可以接受你在家里吃完饭后再出去外面吃一点，但我没办法接受你就是在外面吃完东西后回来一口都不吃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那就仅仅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。哎，美女，是你叫的保洁吗？对啊，怎么是男保洁啊？啊，我们这行男女都有的嘛，就服务好就行了。这样吗？那行吧，你把口罩摘下来，我拍个照片。毕竟我跟女孩在家不安全。好吧。大哥，一会儿我不吃吃，你也别吱声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要是回答对了，我做你对象怎么样？行啊，你问。59+1等于多少？60。我再问一次，59+1等于多少？59+1=60呀，你这数学咋学的？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59+1等于多少？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59+1他也是60。活该你单身，你真的找不到对象。我喜欢狗。啊，那我们挺合适的。你也喜欢狗吗？我这个人特别狗。我看你长得好自然，你是没整过吧？我就整过一个地方。哎，一个地方那不叫整，哪里啊？性别。王姐，你看这人烟稀少的四下无人，是不是特别适合啊？你能往前走一点吗？为啥？我撒。不休，过情人节的嘛，累的了。过情人节把你累的，你多少情人啊？把你累的。跟老婆过情人节累了，有多累啊？啊，顶多就吃吃饭、看看电影嘛。两个通宵。几点了？11点啊。整吗？等一会儿呢，我还没洗澡呢。整不整？哎，整啊！你看你猴急了。哎，你要干啥呀？我不是整吗？我问你是不是11点整？行了，你自己睡吧。没用小孩子。车车，你说为什么男人都喜欢温柔的女人？我操！你干啥？掐死我了！你掐我！睡觉呢，正好我也困了，正好二选一，咱俩一起睡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是不是渴了？我给你拿水去。我不渴呀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给你做饭。No， 我不饿。媳妇儿，你等一下，你不饿，我饿，我去做饭。我去做饭。这四个人，你俩谁干没有到没到好？他好狠啊！我们一起喝一杯。OK。晚上你要是睡不着的话，我可以陪你睡。你想你都没准吃饭，你跟我睡？家人们，他说的话我都不理解，什么不是面子是假？我懂了，我笑。来试试，女朋友听见这个的反应。要生气了，家人们。谁呀？这么假？我同事，他不知道我今天休息。干啥呀？我看你还是不累啊。啊？我看你还是不累啊。哎，你这回来还走不走了？不走了呀。你这天天加班的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你这干嘛？抹抹手算呀。那给我也抹点呗。
你在那边是什么工作来着？金融？啊，金融。啊，离婚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告诉你啊，结婚之前你不许碰我，你要是敢碰我一下，我就往这壶里加一滴的水，等到这个壶满了，我就跟你分手。哼，你放心，咱俩生生世世做好邻居。半年后，看周丹，跟那个男的，哎呦，来人，过来。妈呀，男人味！你等着，我马上去帮你考察一下。别别别，你去。帅哥你好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啊，可以啊。Lady Go！ 妈呀！